环保桶罐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弹珠台，我们是用纸箱做的，然后这是呢用冰棒棍做出来的。很好玩的哟，这很简单，就是外面只要包纸就可以了。所以在家也可以自己做吗？对的，然后给它包装起来就很像一个弹珠。然后呢，它这里面啊，我们有设计一个拉环，然后它这把它拉起来呢，就可以收，就可以把其他的铜碗啊也可以放进去里面。这样就只要带一个出门就好了。第一个大大的，然后就把它带出去就好了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陀螺。就是我们的陀螺是用那个宝特瓶做出来的，然后里面再给它一个装饰啊，看你们要装珠珠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可以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陀螺。然后这是我们的，你看，猜猜这是什么？不啊，这是不啊，你答对了。然后呢，这是用我们那个我们厕所的大纸卷啊，把它做出来的。外面为什么会用厕所的纸卷？哦，因为我们学校有，就是我们有扫地扫厕所，然后就是会有大那个纸卷剩下来的。然后我们就想说把它用来就做波浪鼓的一个底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是用我们的吸管，然后外面再你们自己给它包装起来，就是用纸啊把它拼起来就可以了。来，可以搭配这一首歌。那我们可以来唱一首歌，你想唱什么歌呢？就都好啊。那我摇你唱，小星星，我摇你唱，我摇你唱，那我摇你唱。预备，开始。玩过套圈圈，有那个酒瓶的有没有？然后我们这个是用那个你们就是有做美劳，然后双面胶用剩下来的话，就可以用毛线把它缠绕起来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环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是用那个气球，然后里面装那个，如果妈妈有做那种面粉的话，然后过期的话，就可以把它装进去里面。然后呢，外面都可以让小孩子自己去那个绘制。脸上的表情，对，然后也可以自己捏，它捏出来的形状也可以，就是训练小朋友的手部。哎 ，OK， 好，自己捏 ，OK， 哦，厉害厉害。好的，那你们就可以套圈圈，看要不要套。OK， 预备预备，开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日月球，它很像那个现在的监狱，知道吗？然后其实古早的铜碗它是叫日月球，那我们日月球的这个。那个球啊是用瓶盖做出来的，然后外面再给它一个包装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个是用那个宝特瓶，也是跟陀螺也很像，然后只是呢，它因为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很容易就刮伤那个瓶盖的瓶口，所以我们特别去用熨斗把它烫平，然后烫弯，就是这样就不会刮伤。妹妹要不要摸摸看？摸摸看，就是不会割伤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下面的这个握把是用那个纸卷，就是厕所纸卷，对，厕所纸卷。然后那妹妹要不要来玩玩看？你会玩？就是把球抛进去这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下一个我来介绍昂昂飘哦。哎，那个是什么啊？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一起来玩，一起来滴。好的，来，我先介绍一下，它这个是用什么做的？纸箱，纸箱，都是纸箱哦。也是纸箱。好的，其实都答错了。这个是呢，是用那个牛奶盒做出来的。用牛奶盒，就是像瑞穗牛奶那种，还有那种纸盒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做出来。那外面再给它包装一下，就可以变出不一样的，就是很多造型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，猜，这个是昂阿飘，以前有没有玩过？没有。那我们的那个昂阿飘背面啊，就是都会有一些指令。那指令呢，就是都可以加分，那也可以促进那个亲子关系。比如说，就是说用台语说谢谢，这也可以就是教小孩子怎么说台语。好，那四位就一人挑一个颜色吧。谢谢。好的，那剪四个剪刀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布。布。好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布。好，一二三四，好。先打哦 ，OK。这样打吗？对，这样子啪，然后翻出来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用台语说谢的虾。好，那你这样就可以先选一栋房子。拿这个。好哦，那你做完的指令呢，就可以放进去那个盒子里面。好，下一个是谁？这位弟弟吗？换你。哎呀！
三个，来，第一个，乖，好，很好。然后第二个是和对方拥抱，爸爸，跟你爸爸拥抱一下。好，然后跳三下就可以加油。好 ，OK， 那你选一栋房子吧。嗯，好，那你把你做好那个完成的指令，把它放进去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的，谢谢。那玩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做喽。这其实都很简单的，这也可以促进那个亲子关系，然后指令也可以都自己改变。好 ，OK。好，那这样我们也要解了。那我们也回去吧。拜拜。